美女，好，你怎么在这儿脱裤子啊？这么多人，公共场合注意形象啊！哎呀，你新来的吧？啊，怎么了？那就是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老公管得我可严啊。我每次好看穿得好看写出来，他不让我出门，所以啊，我都是把衣服裤子带到公司里面来换的。你老公怎么这样啊？也太小气了吧？不会啊，我穿得蛮好的呀。他呀，怕我穿得好看显瘦，被人家拐跑了，他不得当单身汉呢？是不是？你老公还蛮有意思的。哎，我一听你这个话，你是没结婚吗？对呀、啊，没结婚。那就是了，你呀、啊，根本就不懂。反正我是不喜欢这样的男人，我觉得太小气了，有压力。那难怪你还当单身呢。哎哎，美女啊，你这个裤子这穿起来效果蛮好的，弹力好大呀，刚那么大个肚子全给包起来了。你这说，我这个是高腰深裆的裤子啊，特别能遮我的大肚子，而且版型好，显腿长显腿细的嘞。那你这个能不能脱下来给我试一下？我也想穿一下，我聚会要去参加。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脱下来给你了，那我穿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多少斤啊？我165斤呢。算了吧，今天啊遇到你也算缘分，刚好我这里还多带了一套，也是我的同款。真的啊？你试试，先拿去应急吧。行，那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你看、啊、这裤子啊，把你的大肚子给遮起来了，好穿吧？是啊，这腰头好高哦，弹力也蛮大的，一点都不勒，跟我以前买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呢。是啊，这个裤子啊，久穿久洗不变形，而且还不起球。你看我们胖啊，就适合穿这种衣服裤子，这样一穿显瘦不少嘞。可不是嘛，上衣啊，这种小掐腰的，那小蛮腰都穿出来了，这一整套穿出去，我肯定是舞会上最亮眼的那一个。那当然啦，而且我这个裤子啊，才59块就买的，他们家裤子可好穿了，我都买了10多条嘞。在哪买的？分享个链接啊，就在视频下方小红册，你去看看吧。这套啊，今天我先借给你去聚会，等一下回来还给我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